就不用紧急跳伞了，就照你们昨天跳的那样。那这次训练不一样的地方是，可能会飞在好几千公尺高的高空。那在那一个高度之下，讲话跟无线电都不会有回应，意思就是说，上去之后就是完全静默就对了。那个管理者听到这边哦，待会飞上去之后，我只要打开舱盖，就是打开他的后面屁股那个舱盖，就是你们就准备像向讲的挂伞，那就排好队，记得不要挤，因为一挤就会像昨天那种状况一样，傻瓜挂掉，一个一个向前走。一个一个向前走就对了，不要跟人家插队，也不要跟人家挤。那我想问的是，在那个高空是出去以后才不能讲话是吗？在机内是 OK 的吗？在机内是不能讲话的。那跳伞出去的话，这个我就不知道。所以在那高空我不能发号施令，我们什么时候要挂伞挂伞就是我打开舱盖的时候，？OK。意思就是说我打开舱盖的时候，你们就准备排好队。那所以跳你呢？们跳的顺序要上机之前就要先讲好，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跳？会有灯号。待会上去之后，那个飞机旁边会有一个叫绿灯跟红灯，红灯只要绿灯一亮，就是可以跳伞的。那待会你们会看得到。收到，在机尾的，我面向机尾在左侧还是右侧还是上面？都有左右侧在门边而已。好。屁然股也是在后，那边吗？对那个屁股的也有，反正你要看那个很明显。然后绿灯就是跳伞指示，你们就可以一一跳了。你们大家第一位，尤其是第一位，一定要看好灯号。只要绿灯一亮，就是往前走跳。然后后面的看到前面往前走，就跟着一起跳。那记住，开舱盖的时候，并不是叫你们跳，是叫你们准备排好队，往门口前进。绿灯然后一绿亮灯就是往再下跳，跳，没错。怎么嗨？那个像这边就交给你了，跟昨天一样的整装方式。那这边就交给你安排说怎么跳吧。好，南雀，把包包背前面。各队伍的顺序由队伍自己决定。那今天跳的顺你们序。昨天怎么决定顺序的？照着照雷小队达，雷达那个，OK，那就照雷达。那个，然后跳的位置，两个队长都没。是我，好，黑马你们我们跳顺中序嘞，间，雷者。机尾。然就后，是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跳大胆也中是间是跳什么中意思间机尾，啊？你们一个OK，左边一个右边。那灰哇，狼的话跟我跳就那是个。舱门啊，有三个。左侧舱门，啊，刚就是好屁三股个。舱门啊，要记哦。我们是从左边，就是机身的左边。其实我是觉得三队应该都没有，挤得下去。是现在看的右从中边的间话，吗？那个对是啊，里面从我们三队一里起面跳看。中间好了。哦，那个哦，小弟相说，对位置就是依照机现在身的位整置。个机身来看。可以啊。啊、好，哦。蓝那雀你拿刚伞。说什么？就应是该我们是对在机面上吧，录对面音赛那一的侧。时候，我们是无法看到对方的名字。拿完伞直接上机。OK，这个吧。嘿。开喽，开喽！开机位了。
去挂的。50到100啊 ，OK， 50这就没救了，不要学我，这就变披萨 ，OK， 哇，好容易转过头，好美哦，到处都是白的，看到你，你往上看就是蓝的啦，蓝蓝路，那我的队友嘞，问你啊。我被吹到海了，我跳错点就对了，是的，没错，搭错飞机了，干得漂亮，干得漂亮，哎呦，我看到降落点了，没有看到倒了，修正中，修脸，哎，我看到我前面有一个人了。再见了，辐射。没事没事，还活着。死一死吧。去你的！好想要死，好想死。不要草丛。不是在跟灯塔欸，在道路上啊，不要乱集合啊，辐射还在地上那边丢烟雾弹啊，对啊，辐射我不是说在灯塔，没有在道路上啊，不会看 GPS 啊，好了 GPS 不要丢手弹，丢啊，欸，我在游泳，欸，雷德在游泳，得到，谢谢大家，我很准确的在这里降落，不客气，然后等一下，没有，稍微到旁边一点，耶，忘记丢伞，真的假的？哎，欸，丢伞，降落完的请丢伞，伞的直接丢原地。哎，欸，记得降落完之后直接把伞丢出去哦。不太懂，雷达没丢吗？有丢，我在游泳啊。说要从右边，你离岛很远吗？雷达，嗯，是也还好，从右边大概100公尺，因为慢慢游到底。没差，可是集合的瞬间快要过了。哦，这是飞的比较高。你们先集合吧。对啊，就是飞高啊，因为辐射不要乱排。你看他现在距离越高，现在代理是傻哭了。哎，雷泽，只有你不在。那等都到。我在游泳啊，你们先排队吧。等到耶耶。我们小队只有你不在。这到底？听得到吗？听到，雷泽。哎。来，面对这边。你看，啊，现在高度很高啊，8000嘛，从8000左右跳下来。那你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辐射？在我前面，你还可以再慢慢喝喝茶，欸。辐射，你就想害我被骂？你是怎？你要换人害人被骂？刚刚是要往前冲的才。OK，嗯，往前一点点，问准确啊！辐射又害人被骂了。我那时候在，哎，欸，你们两个害我被骂，真是还在上面，只是下来。小温顿，你排歪了。继续说一下。
可怕了！哈哈哈哈哈！原本降落的话是在这个符号上面，辐射到处害人被骂，真的是损友哎，真的好爽！你还就知道小弟会骂谁了？哎呦，骂辐射！等一下回去无敌的降落伞又回到身上，屁的！干，吓死我！很恐怖啊！我比较恐怖，会怕被那个小弟骂。干嘛怕？无敌枪放下，真是哎呦吧！小弟顶多枪毙你而已，怕什么？昨天是你，今天也是你。哎，神风剩一个，哈？没有啦，一个在那边啊，然后又来了，小队剩你一个。哎，OK， 没有降落，完蛋了，你抓死好啊！大胆，就我们这四个活着，其他都不见了。啊，我们才五个，我们才五个。啊，队长在游泳啊？没错，队长太热了。我们的队长他热了，所以他要游泳，他要降火一下。他去看，不降火就等中火了。雷德，你到哪里了？活着吗？看到岸了。我看到岸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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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刚看到岸了，好感动。Ready 在吗？我看到你了。哦，嘘，有谁没有把降落伞丢掉？赶快抓！抓！辐射！来辐射！我们到海里，我的。让回来，保护安全。先丢掉。Okay, 除了我以外，不是丢里面吗？要你走啊，队长。我按，你不要丢里面。我按跳的时候，等一下有人拿到。我按跳的时候没有感觉吗？我按跳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哪个，糟糕。他我等一下死掉。等一下，你们一下就死了。跳下去没闪开。哎，刚闪开就抛出去，拿回来。OK。丢地板了，可以给我。那个瑞丽说他也在飞机上死掉了。昨天是罐头开的，跟我不一样。小弟，昨天是黑马的13个，还没跳的时候。你们刚是全部都跳后舱哦？对啊。对啊，我们跳后舱吗？我想想看。不然还是分三边好了。啊，是不是一队一队下去会比较好？长官们，没有三队一起。嗯，三队一起，那就一人一边吧。好，死掉这件事情，一人一边。因为刚刚好像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你们往后面跳的时候，有些人会动到飞机，然后飞机整台那个时速变成零，然后我就赶快拉回来。完美，那有可能是你拉的时候就是。你试着把它分成三个好了，然后一次跳一个。我连动都没动就过。喂，整装吧，继续。刚刚你飞多高？我们还是听得到讲话哎、欸。8000。8000还是听得到，那应该没问题。可是无线电嘛，无线电呢、啊？无线电就没办法了。OK， 小队可以吧？灰狼拿伞。整装哦。然后为什么你们都听得到声音？辐射刚好抽出去又回来声音，没有啊，就无线电没办法用而已，做贼心虚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要再回去了。普通话都可以啊。按 W 是往前飞嘛，对不对？没错啊。奇怪，我刚按 W， 他怎么都没有飞哦？人家按错，可能是你被吹走啊。可能是我瞧他瞧一下那个方位，很快就很容易就转到另外一边去。啊，就是风太大。可能就用钻的。哎，有人，有人卡到，有人卡到飞机，他瞬间滚出来。快神风救他！在手上机吗？哦，大板上机。回关。反制。那个谁啦？那个上机从后面上好了，旁边好恐怖哦！我看到你上机就发自从睡进去，那我快要死了。你知道他是还没上机就有人翘了，他是用翻滚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要死啊 ！OK 的，准备要死了。哎，我怎么会在灰狼这边啊？你明明就被大那个大胆包围。
然后还有，我这边还有黑马啦。啊，是你被包围啊！我跟你讲，戴草帽就是你这个帽掉的时候。哎，这次还要的好了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谁挂的？嗯，像，像吧。应该是小灰狼都灰狼都上黑马跟大胆草帽，我要成为海贼王。大胆是多黑马的，黑马都上了。我射到了。哎、欸，不然怎么讲这东西？这个可能是被挤下去的。Caution gear down。可能是刚刚待在飞机上面。这怎么还有一个大胆在外面？小哥，他要走后脚掉。我刚刚坐后座，然后突然一是谁卡，然后我人移位嘛，对，我跑到小弟后面去。这根本都是别的飞机。代表说你那个身体跑得比你的头还慢。我的身体在干嘛？这是哪招？这是正常现象，不用担心。首先会有一点晕眩，然后再来是骨头分开。我刚刚没办法从门下来。你要去对门，你要去对准正中央，然后下去。后面一直推，我不知道推什么意思的。这就是我们训练的目的。你们现在高度多少啊？四千。五千，差不多。两万。我看到辐射。辐射死了。辐射死了。真的假的？辐射。辐射死了。我刚刚有看到他真的死了。我刚刚有看到他的那个
小在出现在我的小队雷达，可是它是处于在乱的旋转。哦，这样很好啊，这是好现象。OK 的。差不多了哦，1000，我剩600了。这一次会有几个人死呢？你第一个，不是还会在。哦，先，我要撞到塔了，再见各位，拜拜。阿妞，前面的快闪开啊！User left your channel. This is Bong of the game. This is 小文的安全降落。收到。他刚突然给我丢到一个超远的地方，然后跑回去。OK 的。你跑出。哎，我刚好降落在岸边呢，真准。要碰到水就对了。哎、欸，对哦，两个到了，要丢烟雾弹吗？对啊 ，A 局，嗯，辛苦辛苦。哎、欸，好，蝴蝶慢慢走嘞。哎、欸，烟雾弹投资。嗯 ，OK， 来了，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嗨，游泳。Ready？ 在这。不要用无线电这么大叫，耳朵会痛。够刺激吧？这是守卫的前方。我们来整队吧。放下枪，排队了，第二个，小度你要卡住，是你们夹着那个空间，我进不去啊。不过你先往前走了，啊，你刚刚就是跟他贴着，我进不去、啊。不要那么前进，我会怕。哦，对不起，后退了。那再前进一点。啊，这是谁死的？怎么这是像个小笼包？雷泽该不会用？雷泽，你还在吗？那、啊、我们的队长，我还在啊。知道他不就死掉了？可能。雷泽有收到吗？雷泽失联了。雷泽，你死了吗？他在靶场应该也听不到你了。好、哦，好冷哦。太阳好大。哇，又是我们四个。他不是花一点而已。Okay.我们可以，嗯，哎、欸，固定班底，那有想说大家都比较好。等一下会跳一个尼森吧 ？OK， 尼森还没跳过哎、欸，布迪，那等一下就要跳啊。等一下，你的降落伞不丢啊？我命就丢掉了，卖 gay 哦。少在那里害我被小弟骂，损友，真的，你第一次被小弟骂是你？昨天都是因为你害我整队被骂。真好事哦。User joined your channel. Laser， 我觉得他应该已经死了。对吗？对啊，成功降落吗？他可能掉到石头上了吧？他可能摔到另外一座岛去了，然后来了，摔到另外一座岛去。哦哟 ，OK， 没有，我要一个一个开。让灰狼全员到齐，到达节点。哎、欸、哎，尼、欸、克， okay, 你有悲伞、啊、还没悲伞、啊？哦，没有。你到底去哪里了？刚荡掉了。哦，对吧、欸？你又怎么了？小龙，那你撞到石头会死哦。会啊，撞到石头会。雷神、啊，撞到任何东西都会。啊、你叫降落伞抛弃。你看吧，那段时间到平地之前，你撞到树，就是头撞到石头，那已经去把伞，甚至碰到其他人。我这边再讲一下，我不知道，我下去的时候只能着陆于空地，不要动到石头，也不要动到小树，跟大树都不行。其他人碰到也不行。然后记得丢你的伞在原地。Contact man。那没什么问题了，希望交给你。OK， 蓝雀领伞包，上机。待会夜间跳伞，那像那个一样跳左右两边。
好。我这边的观众是，有没有人是撞到队友死掉的？嗯，有这玩意儿、哦？有啊，我有，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，这么夸张？有啊有啊，这应该可以颁奖了吧？哈哈，赶紧买乐透要过去。你等一下可以试试看，然后你可以再压一次，压得到的话，哎、欸，要撞到还蛮难的，说真的，好压哟。我这边观众说星空超漂亮的，哈哈哈哈哈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你转手那个阿勇，啊？你知道有十？你说撞到之后，然后可以还有影片可以看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好啊，你来撞我啊！你找到我之后再说。哎、欸，小众跟观众说，仔细找还可以找到星座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什么？找星座是北斗七星。北斗七星。你知道我找不到吗？这是地中海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你要敲门了。哎、欸，北斗七星哎。哦，有三的，挂三，挂三。他不是等三，应该放吧。光都跟不上了，这荧光棒。OK 的。Jump, jump, jump.就风太大，转回来。自由落体这样子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是那个状况啊。这是低空跳伞吧？重点是高空不是。机上一定看不到、啊，因为都是烟啊。啊，然后重点是我们这个游戏中应该是在机上，应该是我们无法丢烟雾弹，因为我们在机上，它设定无法丢烟雾弹。是否会死呢？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看到屋顶了。安全着陆。我来去撞屋顶。看到萝莉了。我开伞开太高了。暴击。
那个飞机上单在跑的是谁啊？一定是骨头。我还活着。我直接掉在 LV 脸上面。在那里。My game。我第一个到 LZ 点的。哇，我看到一个人超厉害，在不不不不不，压到了他，炸掉了，压死他，压死他。哦，我看错了，是树。那你怎么死的？然后开业务单在跑的。我指引你们呢、啊。谁开业务单在跑？把业务单跑了，你看我身上红色那么大一颗。你是烟雾弹挂在身上啊？你没有看过哥吉拉吗？来拍起来，拍起来！这是谁？神风吧？哦，圣口令谁？叫到水里面光快！飞的你还在吗？有活在地上啊！耶、yeah! ！暗号、哦、蓝雀，神风成功到达目标点。你还有多高？暗号蓝雀，100公尺。你还想像像像像打雷，像那个诺曼底掌控奖一样，蓝雀闪电，一个闪电，雷鸣打雷，苹果，闪电，打雷就闪电啊，闪电就雷鸣啊。我刚刚开闪电粉，可是我怎么搞不太清楚现在哪里？哦，要灯打了，你们怎么把烟雾发在自己身上？你拿这个是什么、啊？抽烟是不是？我刚刚蛮想。哦，鞭炮，都好大，然后自己是烟区吗？请你离开、哦，安全降落。我们来排队吧。可是为什么我这边有载具啊？辐射是不是？我那个了，这个烟。这边是靶场啊，到点上集合。靠，辐射没死哎、欸。灯塔，灯塔右侧到。你很希望他死哦。啊，因为他自己这么闪没有丢，然后被妈怪我。怎么会有紫紫的？好像那个什么迷那个迷幻哦、喔，迷幻药，好紫哦，迷幻药、欸。那个降落伞到地面之后就丢掉。有了吗？现在回去会被念了。我跟你 A 级，不然晚上没有麦当劳可以吃。哦，你这有枪吗？你知道 Ota A 吗？收到。Ota A 什么？就是荧光。拿荧光棒跳的那个灯塔右侧道路，就是日本不是有一个东有一个灯塔下面吗？不是吧？是拿着荧光棒在跳的道路、啊，好像有看过。又剩我们四个了。你的名字这个的东西有没有看过？哪个？他的名字。灯塔没有看到，就是那个梦灯笼吗？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。我是说那个影片梦灯笼。OK， 阿米的嘞。就是日本有拿着荧光棒在跳的那个。哦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应该是冷说吧？你说带着荧光棒在跳的那个应该有看过，是那个现在我没有，因为那好像三四年前看过。我怎么没看到你们？那叫做偶台呀，那是哦，那个就是拿了两只荧光棒，然后对，然后就是拿是那种，我觉得我的降落误差值是那种秋叶原的一种文化。哦，就是应援团在打役的时候所延伸出来一种舞蹈。那阿佑，那阿佑跟你，我觉得他们好像有到旁边看。我没看到你们。那呢？我们在2025009的方格内哦。还有一凯，明明是026009，知道吗？哎，是026。为什么有人在喘啊？喘那么大声。真死了吧！西边走一点。反正009找一下啦，026025之间的。难不成要开枪警示？现在吗？谁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烟雾、yeah, ，那是谁？这是谁？是谁？谁啊？不是我们这队的，不是我们的人。我看。哦哦，有用哦，酷酷。他消失了。我给罗姐车骑，帅啊！你刚死了，我一起立就死了。啊！你刚死了，没有人叫你，想说奇怪，怎么没有人鸟我？死在飞机上，除了月牙跟你，其他全员到齐。好，我是死在飞机上。像那个啊，那个像，不然如果要开到西腰山洞的话，一样吧。就那个直接用那个紧急逃生吧，收到。然后我只要一开绿灯，你们就可以跳。OK。
但是要怎么那个啊？我会先开舱门跟你们讲说差不多准备了，然后等到我开绿灯，你们就可以直接进，然后。